这没有多的嘞，那都坏掉了。一二三个洞就打好了，去缝。然后这个了，换成 LED 灯。哇，它这个，那个，这个，这没有耳朵的嘞，那坏掉了。这个是八卦形的啊，这个断掉了，这断掉了，哦，没办法绑，只要绑这两个了，这个跟这个啊，尺寸呢，跟这个螺丝，它直接打进去的嘞。一二三个洞去打好了，去缝这一个，还有一个，啊、哦，原本是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干脆就打三个了，啊，归去。等一下，哎。这边一个洞，这个装一装好了，这太长，都要剪掉了。日常用原来的膨胀套管跟螺丝，还有那个坏六的电钻，要大于40mm，塞进去就可以了。坏六的，用两分的6.5，大概他说44公分吧，都好长啊，就这样子吧。拆掉这里了，来算看。哇，哇，好，再算到了。哇，这么松，没有6.0的。
要剪成这样子，大概五厘米，这太长了，应该插这进来这里面，就插到进里面，用这个剪，那剪完之后再给你看，就这样子了，哎咻 ，N， 这个 N 两边都没插了，哎咻啊，插进去就对了。锁紧，哎，好，松掉了，锁紧啊。可是这边地线，我们台湾这边一般都没有接造线的，所以接这两个啦，一百一的，随便两条，随便接。接了，哦，亮起来了，哦，更亮。黄的，黄的，嗯，和，这边一样啊。哎呀，哎，卡住了，啊，成功，谢谢，重点，哇，谢谢谢谢。打开30秒，按一下就好了，一二封掉，看一下有没有，啊，没有，做不到，因为这边没有网路，有差吗？是准备的延长线，这个点电线的啊，这是铁锤锤那个塞子的，啊，这是割，刀是割那个熏那个灰尘的，啊 ，tape 包这里，6.5的，它电脑是说明书写6，但是台湾这边没有，就6.5的，还可以的哈，啊，这个是跟这个一字起子小字的，一字起子，啊，这一个就可以了。啊，这个罗赖把，啊，这个用刀子割的，新的玩具刀子，这个还不错，这个有可以勾的，可以放大，可以放大。这里面有剪刀，啊，没有钳子，还有剪刀，钳子，还有一个剪刀的部分是。新的部分也可以用，这新的剪刀是在这个吗？剪刀是这个大的把手，剪刀这个好用，好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啦。画笔的，画在墙壁上转动的，没了。计算笔，拆下来的，旧的，哦，还有护目镜，还有这个，好，结束。